看一下，龙斯哥捏了一颗雷，他应该是听到了派的脚步。嗯，派的防守阵线呢做的是非常的不错。枪神又顶到近点的位置，看一下龙斯哥的这颗手雷，只是炸残没有炸倒。我觉得枪神跟队友玩的不是一个游戏，我怎么觉得啊？一个枪露出来，但是没有打到对方，反而呢吃了对方的一颗火。在一楼的位置只能再往后退让一下，锁骨的血量也见底，现在还有微笑，要看一下 Paraboy 知不知道。哦，还好，微笑这边出枪过后呢 ，Paraboy 也是躲过了。梦阳一颗手雷炸倒了锁骨，后点的秋离呢也暴露了自己的脚步，再丢颗烟雾弹，对方已经翻起来了，又翻回去了，脚步已经完全被龙哥跟梦阳两个人听到了。他听到有东西扔过来，所以他就翻出去了。对，锁骨的位置，对方一波铁血突破也是成功拿下。是的，然后枪神也倒地了，秋离也被击倒了，这个时候被占据了一定主动权，他近点的人全倒了，只剩微笑，微笑还在捏东西，这波差点。两边都是在打提前枪，不断的试探。二打一，飞翔捏了颗雷，但是飞翔还踩了。爆炸猎弓一直在射，一直在射，最后一点血量没有任何问题，三连暴走。微笑临死之前的一颗手雷呢，也是炸倒了 Paraboy。可服可服可服。但现在周围没有其他的队伍能来劝架，这是最关键的。